演员就位，表演开始。日军为找出潜伏在伪军司令部里代号老鬼的共产党员，发出了一份假集会密电，老鬼信以为真，将情报传出，日军由此断定老鬼就在经手过电文的顾晓梦、李宁玉、吴志国等人之中，于是将他们软禁并逐一审问。论阴阳如反掌，保定天坤，吴大队长还真是有雅兴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吴大队长也是唐山老听人。咋的？你也是？小时候常听我三爷爷唱来着。啊，这可真是太巧了。司令部，唐山人挺多的。好像啊。就只有我们两个。缘分还真是奇妙的东西。谁说不是呢？哪成想还在这儿认了个老乡。等咱们都出去了，我请大家喝大酒。好，三位，昨晚休息的可好？别那么多废话，我告诉你，待会儿要是查不出来，让我出去了，你小心我弄死你。吴大队长，稍安勿躁。为了你们这事儿，我真是。多少天我都没睡个安稳觉了。白小年死了，老金自杀了，现在就剩下你们三位。你们谁是老鬼？你凭什么说老鬼就在我们之中？所有他们接触过情报的人都在这个屋子里，你们要死多少？你们怎能找？日本人就给了一个小时，叫不出老鬼，你们三个都得死。还有，老鬼不现，没有一个人能够活着走出这栋楼，包括我。哎，别玩那破气泡了。说吧，你们俩到底谁是老鬼呀？赶紧去自首，别拖累了我。吴大队长，这可就是贼喊捉贼了吧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吴志国，那天我去给金处长送文件，你也在吧？照理说这样的密电你是不能看的，可你不但没有回避，
你还上前看了一眼，你是不是心里有鬼啊？你个小娘鼻子，把话说清楚啊！你别诬陷我啊！我只是陈述事实。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撕烂了你的嘴？你敢？你要干什么？你要是心里没鬼，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李宁玉啊，李宁玉，你那个男朋友刘林宗，他人去哪儿了？听说他失踪了，是吗？你想说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他没失踪，他人就在宪兵队里，他是共产党。不可能！如果你枕边人有问题，那你也脱不掉干系的。还是说，你就是老鬼啊？不可能，林总他不会骗我的。别胡说！传人，玉姐，你干什么？放开他！你不干什么？放开他！放！小萌，李小姐怕是免不了要受点皮肉之苦了。玉姐是清白的，你才是老鬼。小娘皮子，我现在跟你说啊，我劝你看清楚形势，趁现在赶紧过来跟我说，不然待会儿有你好受的。你别过来！我别过去，你别逼我过来。你放手！你放手！过来，咱还有话好好说。待会儿晚了，你可就别急，小心我真的撕烂你的嘴。你敢？我出去就告诉我爸。好好好，那我现在就好好跟你说话。我给你个机会，再想一遍。好，说就说。我没想到，居然是你。情况紧急，组织今晚就会行动，咱们必须马上把消息传出去，否则。你举报我，我去拖延时间，然后你继续想办法。不行，不行！错误消息是我传递出去的，必须由我来负责。你扛不住的。我只听老枪的命令，无可奉命。我就是老枪，现在我命令你举报我。不行，你这个姑娘怎么这么轴呢？如果你不听我的，我现在就弄死你，弄死你我赚一个。你干什么呢？给我！算是想好了，一定要诬陷我了，是吧？好。
好，那我现在也不等了，现在我就弄死你，我现在就弄死你！你还想害死多少人？你给我去死吧！你去死吧！来人，抓住他！他诬陷我！他就是王伟！他诬陷我！他就是王伟！把他给我弄死！他诬陷我！这烟上有摩斯密码，代表一个字，撤。辛芷蕾不错，辛芷蕾好。从这个节目一开播，我就一直就是喜欢上他，好，很好。谢谢，你救了我们大家的命。等一下，你们能把玉姐放了吗？放心吧，我这就放人。是老鬼，你可以出去了，你可以出去了。我知道，吴大队长不是。心理任务、行动路线、人物之间的矛盾摩擦，各方面都有，是不是？但很丰富，每个人都有很多侧面。挺好的，我觉得。林总也是你们的人。刘林总一直在利用我。为什么选上我？我的业务层级太低，你才是信息的关键。把你当姐姐。
姐，今天如果他们认定我就是那个老鬼，我还能活着回来吗？活得回来吗？你去哪儿？我要去侵犯你，侵犯你！非常好，如果能死在你的手里，我无话可说。事情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，我也不想。你已经过关了，他们现在认定是武之国。现在谁是老鬼已经不重要的，重要的是要把消息传出去，组织行动。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，你去举报我。嗯，我怎么可能去举报你呢？情报比性命还重要吗？比你的命还重要吗？小莫，我不管他们怎么样，我要你活着。好不容易与陈面目相对了，真想好好跟你聊上几天，说说心里话，可是我没时间了，姐。我求你，用这盒烟去举报我！求你了，你必须去！月姐，月姐，求你了，帮帮我！举报，这是我在小萌的被子里发现的。吴志国是被陷害的。玉姐，旗袍给你缝好了。明月，明月，
顾小梦，他牺牲了自己，传出了消息，他也保护了我。你，我们都是，只不过，在我唱出《空城计》之前，我们不知道，原来彼此就是。 小梦临走之前，还在为我缝旗袍。小梦一定在旗袍上给你留了消息。玉姐。 当你看到这些话的时候，我可能已经死了。只有死人才能离开这里。我把密文缝在了内衣上，我要用我的尸体将消息传出去。我亲爱的人，我对你们如此无情，只因民族到了存亡之际。 我辈只能奋不顾身，挽救于万一。敌人不会了解，老鬼不是个人，而是一种精神，一种信仰。